出来感受一下106度的高温呐、其实我们很少有106度，一般上100就不得了了。今天是9月5号，这个秋老虎太可怕了。我现在出来后院，浑身都是跟干蒸笼子的。其实，在房间真一点都不热，房间可能都90度、80度这样子哈，很凉快。我们家没有空调也很凉快。但出来花园的时候，我真的浑身就滚烫啊！哇，这个水感觉很清凉。哎呀，有2朵黄色的，我最爱的黄色的睡莲，2朵，还有2朵白色的。啊，我的鱼躲在水里，我怀疑这水温都很高。呀，这好干旱呢，我还是给你们浇点水吧。清凉一下，清凉一下，我要穿上防晒的衣服，涂上防晒油再出来。107度的高温，现在在莲花池，我的莫奈花园旁边。哇，看着水流，在树荫下，一点儿都不觉得热，这太幸福了。赶紧我的花多浇浇水，降降温吧。玫瑰花园的玫瑰也晒得七零八落了。